我有一朋友啊，跟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嗯，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哦，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旅游咨询。哦，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源。也可以。怎么了？看到这个钟表能想到什么？时间啊。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一个转动的齿轮。这个时间机器啊，团结协作，保持精准报时，很美。我反正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因为你是客人。你现在也是客人了。哎，是啊。红豆。哎，刘经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说你今天回来了，我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哦，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哦，你好，你好。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哎，好，回见啊。回见。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啊？他是联系好吗？真的假的？我不搞办公室联系。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床服务吗？许经理，嗯，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走吧。嗯。慢点哈。好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啊，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上楼去慢点哈。好的。哎，当心哈。哎，好，就是这间。啊，胡老师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们胡老师。你好，老师好。来吧，进来吧。哎呀，来，看看怎么样？还可以吧？可以。如果有什么不好，就跟我说啊。好的。就让他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成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怎么了这是？难受。哪难受啊？心脏难受，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哈、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啊，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
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小春儿。嗯。我想去北京。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不问，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你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你说谁是狗？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你狗男人。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嗯。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嗯，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呢，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10天把房子给挂出去。而且我还没想好呢。没想好你就再想2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哎，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没人情。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了好看的辫子。阿妈，哎，你怎么来了？今天阿爸来接我。哦，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就顺便过来看看小葫芦了。我给阿妈打过电话，她说让我去接。晚上我上镇上民宿去睡。啊，那我去做饭吧。反正家里没什么，我就随便做了啊。嗯，我不吃饭了，一会儿就走。干嘛呀？小葫芦都想你了，吃完再走啊。行。哎，那我给你打下手。行啊。小钱儿。嗯。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没事，都好了。哎，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儿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生活一团乱。我们当时处理问题不够成熟，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很狭窄，很多事情不理解，所以情绪也比较激烈。不是这样的，小春，是我错的比较多。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幸福。可，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太年轻了。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罗圈，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
包豆。先找点再拌这一条的，你也知道了，要翻一翻。亲，对，亲一点。哟哟，你们俩回来了？回来了。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我们在炸鱼。炸小鱼。阿贵想做好吃的呢，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你们赶紧把行李放了来吃饭。好好好，那我们先放东西。嗯，好。娜娜，快点来翻了，要饿了。阿贵婶儿，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个对，娜娜。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格桑花都没生意了。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啊，对了，胡老师要去北京了。去北京？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对，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那太好了哈。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懒。呸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喇喇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嗯嗯，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你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对了，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我想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有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没有，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什么时候没去过嘛？你去感受一下。哦，不行不行不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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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妖怪？你不去。阿贵婶儿，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什么吧也不去。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不去，我九点钟就要睡觉了。勇于尝试，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不去。心上肆意生长着流淌，告诉我要怎么刻意的藏，他不曾说，淅沥声作回答，在昏暗的世界慢慢的藏。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是听音乐会呢？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旧社会，就是呀。如果这个酒，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十八块，十八啊！从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十八啊！这个得多少钱呀？48。哎，你看，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太贵了！你这话说的，你不让赚钱了？好评审。别心疼钱了，今天胡老师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笑笑，不要玩手机了，这个很贵，来吃啊。不要玩手机，我回工作微信。把雨穿在
哪里来的纸爪子？我自己带的。车马，你傻呀？这个48年不吃，你还自己带着？快来伸手，先吃这个。如果大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披上。美女，你好，我能加你个微信吗？不好意思啊，有男朋友了。不好意思。没有任何墙能阻挡。你们俩在一起了？不是不是，有个借口。宝平，我觉着夏夏啊，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娜娜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笑笑，夏夏还小，不合适。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捅金，有什么不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对不对？别说了好吗？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别说了，别说了，无聊无聊。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老平婶，如果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出一份彩礼。好，谢谢。你也无聊。披上你给的光，再一次飞翔，长出了翅膀。谢谢我的婶婶们，静鹏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唱歌了。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总是向往趋近理想，越是渴望越笨拙模样，你的凌乱，我的慌张，他都看着的吧，却不生长。有人听，有人一如既往，流浪，生活释放，日子是窗，远方在眼光里也可以生长。发生在身旁，没山川。红豆豆。
舅妈怎么样了？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叔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嗯。看日出吗？天亮了吗？嗯。起来吧。哎。把毯子盖上，外面冷。啊，热。外面凉。我给你把鞋穿上。谢之阳，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嗯，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嗯，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是，漫漫长夜的奖励。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小样子就在我身边了。许红道，你可太会哄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我以后肯定骗你啊。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嗯，还会小心眼儿。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再爱你会想掐死你之间反复横跳。因为我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许红道，嗯，你怎么这样？哪样啊？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表白？爱我。你就只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吗？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你慢慢发现吧。真的假的？哪有岩石啊？我给你抠掉了，已经。真的假的？啊，我怎么会骗你呢？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放这儿行吗？哎，不行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好。小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房。好的，老板。红豆，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早上好啊，我的第一位客人。晚上睡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枕头，是吧？我特地给你买的护颈枕。早餐呢？怎么样？米线特别的好吃。哎，珊珊，哎，你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好的。没有也可以的。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知道了。那我去查房了。嗯。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谢谢。客气。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don't know where to go? In the air my memories flow, faces in a row, take a long way home.But all of this remind me to believe no one's day or leave. And all of this remind me. 以后都按这个标准保持啊，明白。你还没选好啊？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嗨，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阿瑶，哎，你看我穿哪套好？您穿哪套都好看。哎呀，给我挑一套嘛。这个。好。啊。你别紧张，平常心。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啊，还可以啊。哎，到了。哎，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呦，叔叔，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这边，边走边说。走走走，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哦，要吃饭，我们一家人一直在视频里。好好好，来，跟我来，走，先走。你不辛苦，来，高兴了，来。哎呀，小伙子辛苦了。不会不会辛苦。现在想我吗？那必须想呀，得想死。给我，来来来，怎么样？放得下吗？放得下，放得下。啊，没问题，没问题。好，上车吧，上车吧。上来，上来，大声。爸妈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慢点！神子好，神子好，神子好，大嫂来了！一路顺利吧？顺利，对，你们这太好了，这世外桃源呀！常来啊，像你们这样家里来的，还带这么多东西，还真是大白马呀！这东西厉害，尝尝。哎，来坐，这个是小阿远呢。哎呀，他快高考了，又真不期待。好好好，能喝点吗？这个平常也少喝，主要是豆儿熬。不让我在这儿，对，今天不管他。看看这个社交能力哈，你们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太监遇到皇上，渣。太监遇到皇上啊，那叫遮。渣。渣渣渣渣渣。
下。你不是在民宿吗？我回来拿点东西，你干嘛去了？去你们民宿看看。行，请你喝咖啡。娜娜姐，嗯，我准备走了。走？走去哪儿啊？去厦门的一个木雕工作室，学习一下。跟你师傅说了吗？说了，他挺支持我的，而且我以后还是要回来的。哦，那就好。嗯，突然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舍不得。平时三天两头的见面，一下子要离那么远。真的吗？嗯。那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回啊，怎么可能不回呢？一定要回啊。谢谢。嗯，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我知道，没关系。去了厦门，好好照顾自己。好。哎呦，这谁家的牛拉的牛粪呀？我，这得过去一群牛吧？这是。哎呦，哎，嘿嘿，我又回来了。哎呀。还那样，没什么变化。哎，你看啊，你打坐那个蒲团还没烂呢。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接受访客。哦，你好你好，我们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哎呦，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告。阿贵婶儿，阿贵婶儿。哎呦，小福马爷啊！好着呢。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你们是来玩的啊？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啊？托您的福，好着呢。我也还行，但是曼君啊，很不错。好。您呢，身体怎么样啊？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健康最重要。对，真好，真好。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哎，你好，你好。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必须来啊！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灿什么灿？嗯，可是牛粪。福气，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走，好，晚上见，哥。好，晚上见。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这个所有人都往里面钻。哎，郭老师，你现在跟曼君姐怎么样啊？我俩大厅约会呢。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啊，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是吧？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胡总，阿姨呢？在谢总家打麻将呢。啊，牛肉啊！开香槟了啊！哦。来，酒。来吧，喝着。来，帮忙，哎，谢谢，来吧，都准备好了吧？那个徐总，讲两句吧，鼓掌，聊两句，啊，好，讲。今天是这个听风民宿试营业的第一天，要感谢各位朋友啊，从这个五湖四海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
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状态不是那么好，遇见了大家，大家呢也有各自的烦恼，好在我们都熬过来了。今天看见大家哈，人生生活都步入了正轨，真的是开心。当然了，还有我们家谢总，是他的这个有风小院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遇见了彼此。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都在酒里了，干杯。各位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啊，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不行啊，可以。海清河晏，国泰民安。好，那就世界和平，宇宙和平。哇！发财！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干杯！你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周五。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得去北京谈合作。那就分头行动。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公账。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好多星星啊。你说哪一颗是你姥姥，哪一颗是陈南星，哪一颗又是我阿妈呢？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怎么了？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真的能停下？可以，你试试。长夜的流星，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去要风的地方遇见你。